那写生好像是吸，就是纳，就是我们其实常常出去的时候会把自己放空，然后你会有大自然的种种的感受，透过你的各种感官，它会进入到你的体内。所以我常会面对一个空白的画布，然后就发呆。所以我的油画创作，通常都是一片比较纯粹的、比较单纯的一个画面，然后有一个单纯元素在重复。那我也借由这个重复的动作，可以让自己的心可以沉淀下来。山林洱海到处走，但是这一档是说是展国外，就是我们台湾岛之外。那这一张其实是我去到印度画第一张画。很多很多西藏人，他们被中国打压了，所以他们就逃到通常印度跟尼泊尔这边。那印度它有个地方，专门是收容这些藏人，所以那个地方都是藏人。那这个阿嬷她是在托育，然后我也是看到这个阿嬷，我就觉得这个非常入画，就在她面前这样画。那因为她必须要工作，所以她就坐在那边一直重复她的动作，所以有人会说，画这样的画，她不是一直动吗？要怎么画？其实通常我们必须要有一部分的记忆，就是你先观察它的特征，然后你不可能叫它不要动，因为叫它不要动就不自然，稍微有时候要凭一点记忆才能